竟敢得罪我！没关系的，你个王八犊子，瘪三龟孙！从今天起，咱俩绝交！我不怪你说这些话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呀？是心情不好吗？可以跟我说呀。你为人处事很有问题，在下告辞。我是一个优雅的淑女，随便他说什么，我只要微笑就好。Smile， 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快点，今天不脾气。哎，好啊好啊！竟然得罪我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回去，赏一百种不，一千种。得罪我，关我啥事啊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木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